金曲歌王萧敬腾、娱乐先生大马站昨天晚上登场了，吸引了9000名的粉丝到场支持。而有雨神之称的萧敬腾再次展现了呼风唤雨的能力。演唱会开场前一直到结束，场外都下着雨。那老萧这一趟前来我国，让歌迷是大饱耳福，一次过听他高唱了20首名曲，完全的沉醉在现场的 3D 歌剧院空间。那演唱会的主角也充分发挥了娱乐先生的本色，逗得萧粉是乐翻天。雨神萧敬腾昨晚在首都开唱，虽然从开场到散场，场外都细雨绵绵，但这一点也没有浇熄粉丝们的热情，纷纷携伞赴约。演唱会一开始，萧敬腾的倒影反射在白布上，搭配纯金打造旋律，现场粉丝立马尖叫连连，正式为演唱会掀开序幕。这次的演唱会以娱乐先生为主题，更打造 3D 歌剧院场景，为保粉丝的眼福。为了确保巡演完美演出，老萧还亲自操刀参与了演唱会制作，如舞台设计、音响、灯光、曲目和视觉效果等等。演唱会原定在晚上8点开唱，结果却延迟了15分钟。萧敬腾质问粉丝为什么迟到，粉丝便大喊下雨天。萧敬腾连忙向粉丝道歉。对不起。你就知道我来一定会下雨，你就不愿意早点出门。可以早点出门，下一次马来西亚演唱会什么时候？接下来老萧继续演绎只能想你念你、全是爱等曲目，唱到心不了情时，现场更亮起了手机白灯，观众跟着音乐摇摆大合唱，让萧敬腾乐开怀。萧敬腾也展现高难度的个人打鼓秀，现场演绎 Baby Shark， 让萧邦粉丝们拥有物超所值的演唱会视听体验。萧敬腾整晚卖力演出，全程活蹦乱跳，俏皮满分，更不忘展现萧氏幽默，调侃大马演唱会的规矩严厉，逗乐全场。所以连短裤都不能穿，我如果要是露点的话，我会被关，我会明天本来要回台湾的，我就要多待一个月。你们真的是很坏。萧敬腾昨晚一共唱了20首名曲，在粉丝千呼万唤之下安歌了5首歌，让粉丝大饱耳福。最后演唱会在10点半画上句点。 NTV 7吴芷桦、李文江采访报道。